这个是一个文静的小女孩，说她文静嘛，她也挺活泼。她的大脸盘子，她的脸好大。哇，哟，还会点头摇头啊。然后又有点颠颠的女孩。嗯，这个这里前胸这里那么宽呢、啊，是不是他也笑？看过来，对面的黑女孩，看过来。你跟空气玩。下个，叮铃，叮铃，吱吱，握握小手，好好朋友。这边也是握握小手，好好朋友。你别嘎冷多、嗯，像小熊，你可爱，你就可以嘎冷吗？嗯。我说他那个大脸盘子跟他那大身板一坨，你看，好可爱哦，黑黑一团子，一个黑团子，黑熊熊，嘿嘿嘿嘿嘿。